后上咖啡馆竟然要先预约，原来这家店有秘密武器。现在这是按摩眼罩，专人服务操作按摩椅，上门顾客只要舒服的躺着，全身放松，享受无重力按摩。八台按摩椅总价逼近100万元，大方让客人使用，怕吵，店家更贴心准备抛弃式耳塞，还有毛毯，只开小夜灯，营造个人小憩空间。这台我记得是目前最贵的一台无重力按摩，外面一台好像要10几万，那这边可以用很平价的价钱就可以享受到，我觉得非常的幸福。我住在附近上班，那中午午休的时间刚好可以来这边休息个15分钟、30分钟，那吃个下午茶，那待会就会有精神上班的。打造上班族休憩小确幸，也有网咖提供24小时包厢服务，榻榻米地板有个人电脑和冷气，单人合适包厢，平日8小时只要300元，饮料还能喝到饱，甚至有洗澡间。汗流浃背不舒服，临时想洗澡别担心，30元享20分钟淋浴时间，还有热水，成了不少在外奔走业务的秘密基地，也吸引不少想省钱的背包客。休息、洗澡、过夜都可以在外面，就是还不错。也比较省钱啊。打造个人休息空间，咖啡馆、网咖拼复合式功能，抢攻休憩商机。森林秀马家宏、陈伟、吴雅婷台北报道。